我觉得音乐本来就可以让人放松啊。那因为老师很用心，他找了台语音乐，还有甚至日本歌。那因为我妈她是受日本教育的，那些歌曲她很多都会唱，所以她来这边以后就更开心。然后音乐就是真的使人放松，还有让人家忘记一些不烦恼的事情啊。以前就是那个眉头老是皱着，可是现在就是你会觉得说他的表情是比较放松、比较开心的，那就不快乐的时间变少了，我们心情也会觉得比较没有负担。心情比较好，啊，精神也比较好，情感比较稳定，也比较好，让大家大家在家活动，挺好的。其实关怀据点并不只是让长辈发呆的地方，关怀据点还引入音乐照顾，包含唱歌、肢体律动、歌舞团活动，让平日较少活动的长辈们在音乐的引领下，对身心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上那个音乐照顾的老师他们教的，啊，教的，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回来自己做。啊，在上课过程，我觉得这个曲目在练习，一次一次的练习。好像也疗愈到我自己，因为我在2003年的时候，我罹癌，我曾经是一个癌症的患者，然后在治疗过程以后，2005年我再重新投入，再接触到加贺谷这个音乐照顾，我发现这音乐照顾对长辈他们的帮助，对他们的身心灵。帮助非常的大，不但是疗愈到他们，而也疗愈到我自己。以这套实际证明有效的音乐照护来陪伴这群长者，不仅能科学化地测试每个人的体适能，还能进一步设计适合他们的运动，保持健康。这一套东西，然后融合我们自己的本土的音乐，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部分的打击乐器。每一次我们会安排课程，就依据老人家他的这个属性，哦，还有他的身体状况，然后沿着一套大概1至2个钟头的时间的课程。但因为他动作是简单，老人家没有压力，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没有挫折感，他就跟着动。哦，除了简单动作之外，重要是他那个音乐。其实我觉得都有经过特别的挑选，所以老人家他们听起来他们觉得很舒服，没有压迫感。因为我觉得我带动之后，我觉得这一套东西其实对老人家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透过音律音乐进行肢体活动，活化关节并强化反应能力，
借由音乐旋律陶冶心灵，并以团体式的音乐活动促进人际关系及社会参与，可同步达到体格、精神与社会之健康促进。屏东县政府引进此音乐照顾方法，培训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志工相关职能，提升社区照顾据点活动品质，更转化出相关应用活动，丰富了据点活动多元性。